馆，我想来点螃蟹大餐，螃蟹秀开闸。先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摇头了。好，陈时中在刚刚早上11点，他终于道歉了。但是他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突然要道歉？原来在整个过程，大家问他之前打，他一直护航高端嘛。好，这个高端打了2剂，结果好了，后来没有办法出国，要再打2剂，变成4剂，4剂战士变4剂帝国，还真的出现了。当初相信政府而打2剂高端的人，现在没有办法因为这2剂高端而出国，反而必须再打2剂。才能够国际认证的疫苗才能够可以来出国，等于说根本是白打了。好，陈时中之后呢也承认的确就是重打，简单来说反正你就是要打到4剂，你现在此时此刻高端的话你要再加打2剂才能够出国，那人体真的能够受得了吗？而且重点来了，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居然是对媒体说要不然要怎样呢？就是要负什么责任呢？我只负治责任哦。好，等等的话语让很多的人都听傻眼了。好，所以呢，这个媒体现在外界一片的骂声，真的把他骂翻天。再对比，他下了指令，要求大家要戴口罩。好，很多的超商店员为了执行他的命令，很多的警察基层第一线哀哀叫啊，就非常多的勤务，原本就已经够重了，然后又加给他们。比方说，警方必须要取缔谁没有戴口罩；比方说，超商店员必须要阻止，如果这个客人进到店里头没有戴口罩，继续要戴上口罩，就因此引爆了冲突。有人呢被刺啦，有人被挖眼睛啊，有人被打到肋骨都断掉啊，等等等，一连串的事情出来。对比陈时中在防疫期间没有戴口罩、喝红酒、没有防疫距离、吃大餐，好，这样种种的这个观感，以及呢这个跑了一头拉骨的拖啊，一下子在阳明山私人聚会，一下子又在人家的酒宴，一下子又跟什么社会的这些企业大佬们把酒言欢，旁边还有非常多男男女女都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所以现在人民真的炸锅了。大千哥你怎么看陈时中今天这个道歉？你觉得你能接受吗？对，我想陈时中当时好像是在接受高嘉瑜的质询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做出来的回答嘛，他就说不然要怎样。对，那么这句话照台语的翻译，他就是“莫里西边抓了”。那么大家就会想到当时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候讲的那句名言：“挖掉起酸屌了，莫里西边抓。”哦，就是坦白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回答其实是非常不妥，而且非常傲慢的。我相信经过了几天被外界的批评，陈时中也完全可以体会到，所以他今天才把态度放软哦。但是我要来强调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高端的这个4G帝国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外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怨气跟怒气哦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各位仔细想一下，这77万人哦，大概可以分成3类人。第一类人呢，就是坚定的捍卫民进党的价值，所以呢，他去打高端啊，不管这个高端有没有效，他都会去打，因为他认为这是个信仰问题哦。那么第二种人是，他不得已被逼的去打高端，因为那个时候民进党制造出来了一个疫苗空窗期，那个时候没有国际疫苗，只有高端疫苗。可是如果大家回想一下，在那个时刻刚好就是，这个学校要开学的时刻，所以我知道有很多老师，很多补习班的老师，他被迫去打高端，因为如果不打，他不能够进校教课，啊，所以这些人属于被迫的第二类的。那第三类的，你知道，就是被那种不实广告给欺骗的，就是你会看到，在当时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都变成了高端的这个 sales 哦，开始不断的宣扬高端，这个推崇高端，一大堆网红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鼓励大家打高端。那有一群民众可能被欺骗了，受到了误导，受到了影响，然后大家就去打了高端。所以其实这77万人是分成3类人啊。那这3类人，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说，那陈时中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当然，你说第一类没有什么好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你要自己去打的，你信仰他，你相信他哦。那现在你就只好自己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第二种跟第三种被迫的跟被骗的哦，那么某种程度来说，卫福部啦，或者是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啊，绿营的这些侧翼啦，带风向的这些网红啊，难道都不需要负点责任吗？哦，为什么大家会气的原因，是因为最后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是买白忙一场了。我们从高端开始，这个二期没做完，要开始申请 EUA， 然后政府就在 EUA 之前就立刻跟他下单了，买了500万剂，大概花了40几亿哦。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走到走过来，那走到现在，你会发现说，这五百万剂其实根本就是白忙的，就是一场空哎，就不只是还没有打的那几百万剂已经是作废了，我相信大概接下来也没有人想要打了哦，那国际社会大概也没有人要收，所以最后就只能够过期了。可是那就算打下去的那一百多万剂，其实也是白打啦。不但是白打，还惹了一大堆麻烦，就是那些人还白挨了两剂，然后最后还要去补。所以，那这五百万剂花了我们这么多的血汗钱，这笔账哦，你说这个卫福部跟陈时中能够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办法负责，我只负政治责任，其他的责任我都不负，能够这样吗？就我一再的强调说，其实台湾哦，政府官员有不同的责任，像政务官。他要负的责任是包含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跟法律责任。像事务官，他可能不用负政治责任，可是他也要负行政责任跟法律责任哦，这是基本的一个逻辑问题。所以你现在两手一摊，告诉我说我只负政治责任，那你为什么不敢讲你的行政责任跟法律责任？因为这两件事情你知道会出事啊，所以你就只好讲你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最空泛的，政治责任是没有什么标准来做判断的。可是行政责任有啊。不管是行政怠惰，或者是这个行政决策错误，造成民众其他的损伤，造成国家财政莫名其妙的浪费，这些东西都是有行政责任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法律责任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陈时中对外界讲说他只负政治责任，其实大家以为说他是傲慢，他不只是傲慢，他是经过精算的，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去提其他的责任，他提政治责任就好，因为政治责任呢，反正他赖得不走，你也拿他没办法哦。那么因此外界之所以对这件事情这么愤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相信这77万人有很多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可是现在他们被迫了，就说好，你被迫就两个选择，你要么就不要出国，你要出国你就要打。也许现在台湾没有立刻要出国的这个急迫的需求，除了即将要出国去留学的年轻朋友以外哦。但是接下来我跟各位提到，在农历年前后，也许台湾就会逐渐的开放边境了。当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的学习开放边境和病毒共存，像我们看到新加坡，我们看到泰国都在做开放了。那在农历年后，也许台湾也会适度的开放。我们被闷了很久的台湾的民众，也许都会想出国。那在那个时刻，这77万人里头，有几十万人可能要被迫赶快去再补打两剂疫苗，他们才有可能进入其他的国家。那对这些人来说，到底是情何以堪呢？那更不要讲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就是高端疫苗到底有没有效。高端疫苗如果有效，那么接下来打的那个就是第三剂跟第四剂。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国打疫苗最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booster shot， 就是第三剂。而这第三剂还有几个限制哦。第一，它要在你的这个抗体降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才可以去施打，所以他们定了一个时间，大概六个月的时间。这个世界各国的专家预估说，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某部分的部分的年龄或者是部分的族群需要补打第三剂，还不是人人都要补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希望你体内的抗体过高，会有严重的副作用。第二个，就有一些疫苗，包含像 Moderna， 它的第三剂，它的 booster shot， 它不是完整的一剂，它是我们现在打的半剂而已。为什么不打一剂？因为一剂的效力，这个产生抗体太多了，他们认为中间有风险，所以只打半剂。所以大家看看，别人的第三剂是隔六个月哦，是针对特定的族群。然后呢，而且有些疫苗品牌只打半剂。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叫高端的这些民众跟他说，你可以去打第三剂跟第四剂，这不是玩命的一件事情吗？就是完全在没有任何国际的这个经验哦，没有任何国家发生过的状况之下，我们政府也不做任何的临床试验，然后甚至也没有去帮这些已经施打的这些高端人士去验一下他们的体内的这个抗体驾效的状况，去评估他们适不适合进行这个第三剂跟第四剂的施打，这些事情都没做，你就叫他们去打了。那这当然也是外界之所以严厉的批判这个陈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啊，这完全是拿人命在开玩笑的一件事情。那除非今天民进党心里头心知肚明，知道高端就是跟安慰剂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民众接着下去打的不是第三剂跟第四剂，就是第一剂跟第二剂。除非今天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是这么看高端的，如果你们是这样看高端，那当然民众去补打个两剂，其实只是真的是叫做重打了，因为先前的是白打。那如果你认为先前的不是白打，先前打的是有任何有意义的哦，会有效果的，
那你现在叫民众接下来去补打第三剂跟第四剂，政府当然就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哦。所以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白忙了一场，花了几十亿哦，然后浪费了500万剂疫苗，而且毁掉了高端疫苗的信誉，从此我们国产疫苗就这个一落千丈了，一败涂地了，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然后还要让77万人去当白老鼠，去面对一个不可知的状况。这样子的状况，你陈时中他连一句对不起、抱歉都不愿意说，这不是让大家觉得是更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吗？哪怕陈时中今天出来，自我缓颊说这个话，也许说的不太好，但是不是如此，这件事情不是不太好的问题，这件事情是陈时中当然身为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你应该要代表政府向全国的民众道歉，向大家说一声实在抱歉，因为过去这个疫苗的这个状况很难掌握，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个要做善后收拾。然后而且事实上为这个卫福部或者是这个指挥中心也要提出一些善后的策略啊，譬如说要立刻针对这个再打第三剂跟第四剂的要进行临床试验，然后是不是要针对即将要去施打的人，政府愿意免费的来帮他们做体内的抗体的检测，来确定他们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够承受第三剂跟第四剂的这个国际疫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此时此刻在该做的，而不是像陈时中两手一摊告诉你说不然要怎样，或者是现在只是淡淡的跟你讲一句说我的确讲的这个不太好，就这样而已了吗？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哦，接下来问题还是会存在的。我们等于现在就是在拿着77万人看谁要去打第三剂第四剂，来赌他们，来赌他们能不能够安然的度过。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政府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人民跟对自己执掌所应该要完成的一些事情。